一片海，孕育一座城，一种鲜，最美一方人。海港、海鲜、海运、海泉，演绎出城市幸福生活的模样。他连续14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之列。他就是中国海鲜之城如东。如东，取如日东升之内涵，揽如以东方之外眼，靠江靠海靠上海的区位优势，使这里成为得天独厚的降伏之地。漫长的海岸堆金叠银，广袤的滩涂喷珠溅玉，1000多种海洋生物在这片海域云集，尤以南黄海四珍鲜美冠绝。干海十倍，天高云淡，晴同风柔，心似海阔。此情此景，经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滚动式展示而声名远播。2008年，国家烹饪协会授予如东迄今唯一的中国海鲜之乡。靠海吃海，尽善尽美，鲜的水嫩，鲜的诱人，鲜的心醉。古有乾隆皇帝在此品得文蛤，龙颜大悦，当即御封天下第一鲜，经由海内外宾客盈门，大快朵颐，流连忘返。天赐如东，与君共享。先哲圣贤范仲淹督建的蓝海长堤，绵延百里，挺立成如东伟岸男儿的傲骨，婉约出渔家绰约少女的风姿，绿色氧吧浓荫蔽日，奏响一首自然的颂歌。百年蓬蓬树，目送远行的航船，迎接归航的亲人，错落有致的渔庄农舍，人们咀嚼乡情野趣，水库池塘碧波荡漾，卧竿垂钓，坐看云起，乐在其中。如潭绿荫中惬意挥竿，运筹帷幄，动动见海。勺嘴欲等珍稀鸟类栖息于此，与人共舞，吸引了包括美国前政要在内来自世界各地的爱鸟者。这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之美，这是人与万物的对话之美。海滨旅游度假区人文景观独具匠心，自然风光秀丽典雅，渔港内桅杆林立，出海时千帆竞发，海底航母抹香鲸再次留恋，留下自己庞大而珍贵的骨骼身影，也留下动人的传说。海温泉是如东人独特的福祉，经国际权威机构鉴定为极其罕见的世界级理疗温泉，泡在海边露天浴池里，涵养心性，静定归真，物我两相忘，身心皆自由。海是如东最灵动的背景，也是如东最壮阔的前景。东方深水大港羊口港地处长江口北际，是中国沿海中部唯一能建10至30万吨级的天然量港。随着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地生根，这颗镶嵌在旖旎海岸线上的璀璨明珠已闪耀出熠熠光芒。盛世唐代，日本高僧圆仁和尚于该国遣唐时从这里虔诚登岸，如东国清寺便在世界三大旅行游记之一入唐求法寻礼行记的历史典籍中首次亮相。如今
这一千年古刹与如东绝港场串场河被确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点，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国清寺、上真馆、海印寺、修禅、求道或叩拜海龙王护佑，增添了几许天人合一的灵秀神韵。从这里发现的明故寿棺刘君墓志铭，实乃全国出土的第一块寿棺牌，佐证了如东作为中国长寿之乡可追溯到大明时代。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恩察曾因发生大清国四大文字狱之一的遗嘱楼石案而声震朝野，如今遗址尚存，古貌风情犹在，传承出千年古镇的渊源文脉。作为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如东的农民画因海滋养，生命力蓬勃，成为中国画廊的一大景致。少儿杂技到访过亚欧美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魔术节目屡获国际金奖，国家级非遗项目跳马夫赴沪进京，跳出国门是一张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这样的海文化更滋养了近万名能工巧匠。君不闻天下雕刻看苏宫，其中一半在如东，如东人将巧夺天工带到全国木雕玉雕主产地。潮涨于斯，潮落于斯，趁着鱼香海子牛，欣赏空中交响乐，滩涂游乐场是人们的绝佳去处。荣获最美中国首批最具影响力特色节庆称号的如东国际风筝节，渲染着时尚快乐，迸射出健康活力，异彩纷呈，四海尽欢，是一年一度的视听盛宴。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中国十大体育休闲旅游示范品牌，海上迪斯科为全球各地的游人带来惊喜和浪漫，不到这里很难想象这片海域的神奇与美丽。日出海情涌，大美在如东。热情好客的如东人民诚邀您来如东观海品鲜、休闲度假、观光旅游、投资兴业。